河南的大豆腐。你这刀工太好了。看这刀工。做了什么？辣椒。我去。看这是啥？河南的豆腐，热豆腐，你们肯定都没有吃过。我每次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吃这样。哎呦我去，超级好吃！他们都看我，吃个豆腐拍什么？这个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，你们看着。好了，站着吃不了，坐着吃。哇，甜的！你看他咋没听见？来吃豆腐来了。我去，便宜。